时时大大的世界中，小小一个倒数，在你怀中大汉的阮，不捌放袂记，阮要用全部的气力，唱出对你的深情。歌声中不只是真心的学，也有感谢甲意愿，仰头甲忧欢。亲爱听众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欢迎继续听每礼拜日中昼十二点上周二十五号的播出。阿辉阿旺在空中为大家发声。今仔日是咱九十九学年度第一学期头一届的播出，拖到即马，即下大家在空中见面，唔知影大家敢有甲咱放袂记哩？时间过得真紧，上周二十五号这个节目到这阵已经是做第三年了。为着要让大家有一个无同款的体验，阮的节目在这学期会做一个全新的改变，敬请期待哦。安尼，咱今仔日的节目里底，阮真欢喜会当邀请到咱的大家长林俊坚林校长来接受阮的访问，欢迎林校长。两位主持人，啊，个咱的所有的上着国小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。校长好。大家好。哇，阿汉，我就紧张了呢，和你先访问校长啦。哎呦，阿辉，我嘛就紧张的，你问啦。恁两个免紧张，放好轻松。恁有啥物问题想要问校长的，我拢会答哦。是哦。安尼，我想问请问校长结婚未？有几个囡仔？校长已经结婚了。而且我是伫民国八十三年，嘛是十六年前吼，我就结婚啦。我记得我结婚迄天是元宵节的过灯光，迄天迄个暗时啊，我提灯笼，提完灯笼第二天我就去结婚啦吼，所以印象足深的吼。我即有两个囡仔。大汉的是一个查某囡仔，即摆伫高中一年咧读册。啊，我第二个是一个查甫囡仔，伊即摆是伫国中二年咧读册。啊，两个拢真乖，啊，真友好。迄天我有看到一个节目，咧讲严母慈父，不，严父慈母。你知影校长伫厝内底是严父还是慈父咧？这个问题吼，我家己嘛唔捌想过讲，我是严父还是慈父哦。唔过伫生活方面，我会要求哦，例如讲，伊都爱做处理的代志，大家看过后，大家要分开来做啊，洗碗啦、扫涂骹啦吼，我拢要求伊啊来做哦。啊，功课方面，我嘛会甲提醒哦。啊，唔过我嘛有轻松的一面哦，比如讲，我会教囡仔讲故事，陪因去拍球哦，也是讲行棋。所以哦，我有当时嘛拢会出去外口去佚佗哦，所以不一定是严父，也是慈父哦。我感觉做一个爸爸哦，就是陪因成长，啊陪因做伙大汉，啊这才是上重要的。校长对因的课业有要求这样个无？功课这个部分我来提醒哦，不过我一直认为读册是囡仔家己的代志，所以伊爱为大家，爱为。爱为着家己来负责哦，所以若来打拼，若有认真，我就感觉伊是一百分的吼。啊，若讲考试分数，我是讲无讲介要求啦，因为囡仔吼爱家己来对家己的功课来负负责，这才是较重要的。啊，平常时啊，我嘛是会教因讲，若要老师要教的功课，进前爱先来了解一下。啊，老师若教了，再来做一个复习，安尼对伊的功课哦，就较有帮助。啊，我呢？校长对阮上少学生的期待是安怎嘞？上少学生足赞的，足赞的。校长来到遮问古话话哦，发现咱上少囡仔是也足牛的哦。啊，我对于上少咱的学生所有囡仔期待吼，两句话，第一个是健康、活泼啊，有礼貌。这个部分啊，为咱小朋友入来学校，我拢甲老师拍招呼，甲校长拍招呼。表嫂拢真认真，这点我就知影。上少国小囡仔表现了改善。第二个期待就是快乐、学习、有自信。哦，我相信一个有自信的囡仔哦，未来对成长以后、大汉以后，对伊将来有足大、足大的帮助。校长，
顶摆学校被邀请生命导师庄富华小姐来演讲，彼时演讲的对象是中年级的小朋友。阿辉知影有诶小朋友对伊无啥熟悉，是毋是会当请校长简单甲阮介绍一下？好、哦，这位生命导师庄富华小姐是台中市的人哦。伊国小四年的时阵，因为一场的火灾吼，出来昏去哦，啊昏迷超四个月外位。醒来以后，虽然啊头脑真清醒，唔过啊伊的嘴已经无法袂当讲话，啊目睭嘛看无，身躯嘛活络震动，规身躯啊像耳啊听有着声。虽然呢伊醒来以后啊嘛无放弃家己哦，伊拢找机会读册、写册。予人感觉这个新行为是予人足感动的。我知影校长嘛有亲身参与这场的演讲，对庄富华小姐的欣赏，啊，搁伊演讲的内容，校长感觉有倒位是阮阿好好学习的。我感觉首先庄富华小姐哦，伊哦非常乐观，伊拢唔愿放弃的这个精神哦，真正咱小朋友来个学习，就算讲伊看无。袂当讲，嘛袂当叮当。唔过啊，伊啊唔捌怨叹别人。伊哦，这个对学业的这个拍拼哦，互伊呢一直赢读到大学。然后伊啊会使行出因家的门口，去面对所有的人，甲人分享伊的生命的经验。所以呢，伊即摆有一个物件来甲伊斗相共，叫做辅具。哦，这个物件伊甲斗相共，伊搁较会甲人啊做沟通。哦，来表达伊的想法，啊啦，用这个物件吼来创作伊的文章，我感觉这足赞。过来就是伊的笑容，哦，伊的笑容足水的吼。伊若拄着啥物困难，伊拢笑眯眯，吼，从来拢唔讲，伊会惊这个物件。所以呢，小朋友嘛爱甲这个笑容吼，一直挂伫咱的面头顶，和这个笑容鼓励别人，啊嘛温暖甲别人，然后和别人啊有法度啊这个。感染到咱的这个快乐。真感谢校长接受阮的访问，希望后届还阁有这个机会，当邀请校长阁上阮的节目。是啊，相信经过今仔日的节目了后，大家对咱的校长都有更加进一步的认识。我今仔日的节目就先到这，请大家后礼拜二中午12点会再继续收听，上周25号。我是阿辉，我是阿涵，多谢各位收听，咱后礼拜二再会。